哎呦，没想到吧？到了这儿，还是我。怎么又是你啊？好了，来进来看看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耐克中国足球发布会，来，嵌入式，走，这不错。就跟全通道的那感觉似的。对，糖果盒那个通道，就是有点像好多西亚的小球场，对，或者特别老的那种。哎。 挺有设计的，来看一下，这是咱们耐克跟草根足球一些合作的项目的一些详细的介绍，您先自己欣赏一下。哦，这是这个耐克，这是对，就是耐克杯的那个，哎，耐克校园足球联赛，亲姐，哎，真的是，对啊，这边这是，咱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所以说香港的五人足球赛发展的就特别好。雷哥应该知道，一般练这个的技术都会特别好。 昨天做功课做了几点？说过这个比赛，基本上这就是香港足球之根了。职业，国立校园，这是跟教育部合作，纯公益的一个项目，而且不只是足球，就是泛体育合作都有。这一块基本就是校园，对，然后青少，草根。 今年是世界杯年，咱们耐克也是为我们的签约球员设计了这么一个套装。发现什么特点了吗？都是白的，全是白色，特别是可以看这一双，这一双是今年 C 罗、内马尔、姆巴佩都是穿这双鞋。进靴弄不好就是穿这双鞋得到。世界杯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些比赛了。对，哎，有点意思，好看着呢。 咱再看看这边，这是耐克赞助的国家队的球衣。今年不是世界杯吗？正好咱看看这些球衣的一些新的这种设计，因为每年球衣都会有改变。今年如果说C 罗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就是穿这件球衣。这件好好看呀！英格兰冠军是有点够呛了，但是也是个强队，是一个。巴西。你好，你好。好大只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真没想到，给你感觉还得孬一点。第一次见面，我肯定不会空手来，然后给你准备一个，印有你名字，而且你喜欢的号码的赛服。真的，好贴心。谢谢。哎呦，这个好哎，这今天是来着了。然后球衣上有自己名字，感觉是不一样。它上面有红色的图案，反正。这球衣上面有很多细节，就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是。 这边有个龙嘛，就是这是男足的球衣，然后我们女足的球衣，它这边是一个凤，你要好好珍惜。就作为一件国家队的赛服，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对，这个我回去之后我得穿上，好好拍个照片，我得感受一下。等头发留起来之后再拍。完，那穿不上了。好，那咱继续往里看。好。这边，这边，这边。雷。 哎，哥好，好久不见。哎，犯规了啊！从这么着，这套路，这是节目的老人了。你这混在里头了是吧？没看出来是我多个头。你以为是蜡像吗？啊！就是16个无头人是就关注着我们了。对，看不见你。哼。好嘞，各位老板，咱入座吧，喝点啥？没有老板了，不是客官吗？也是老板，管谁都叫老板。行。 哎，来各位，自带的酒水。哎，对，来，柠檬茶。哎，特地带的。苏打水。行了，这回就直接碰一下吧。碰。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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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第一次在这儿的地方录，不好看吗？好看。倒不是好看不好看，总觉得冷静不下来。你是想偷走是吗？没有没有，你就是因为是设计的是那个更衣室的，有点那个感觉。嗯。 所以就总觉得有种临上场的紧张感，完全没有紧张的那个状态。更衣室里是一个很活泼的状态，对，不会像我们坐这儿这么聊天，对吧？总觉得你说的比他都懂似的。还真去过，是比赛之前去的，就是偷偷去看看什么换换衣服之类的，没有开玩笑。哪个队的？想去看。各位来到旁边，下面介绍一下定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吓我一跳啊！指导、哥等一切代表。你以为还得来一遍是吧？我以为还得来一遍。其实这期挺奇怪的，这个奇怪在。
一是整个的环境，二是在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其实本来是真的是想聊聊装备，因为去年在做所有的节目之前，当时我们设计了几个话题，其中有一期就是想花一整期的时间来负责聊装备。嗯，因为好多的球迷可能觉得，无非你穿衣服也好，你穿鞋也好，颜色，你的球衣的这个代表你所属的球队，嗯，但是里头好像还是有些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你看今天门将手套，嗯，有讲究吗？我穿东西反正就喜欢颜色，反正差不多点，不能就是相差太特别大，配个色啊什么的。你这手套有什么选择吗？嗯，就是因为小姑娘手比较小嘛，然后他们男足戴的手套都比较大，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哎，不是啊，我手可不大，啊，那你也得戴九号吧？就你戴几号？我们戴八号嘛。这是新的是吧？对，你俩手谁大呀？肯定我大，这还用问吗？我他东北腔都出来了，这一比一下嘛。你手指很短，手掌很大。我都不要拿出来了，这手大手小没什么讲究。但张亮手比我想象的小多了，尤其是手掌。那你他应该多大呀？我想象的门将的手应该都是最起码能抓球，你看我都抓不了。我可以啊，好像啊，不用，手上都是汗，抓不了。那还是说明是戴不进去吗？有种哎呦冷雨，哎，但戴进去挺舒服的，舒服，就感觉都作在手掌上似的。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做的紧一点，就是比较适合手型的这种手套。哎，这跟原来不一样，那是没有绑的那个。对，现在不都是讲究轻嘛，然后方便。这种宽带的，就像这样宽下来的这种，就很以前很多，但是后来都给就是都没有了，这种长的。其实那个对于保护手腕是无效的吗？还是不是？它这个就是加一个粘合力吧，就是相当于就是你接球的时候可能接触面更大一些。你戴现在戴的不是这款是吧？没有戴，但是有了已经。呵，这是哪款 ？Temple， 这个是，这是活钉，对，这是我的。然后是你平时穿的吗？对，我平时穿那个，就比赛前段时间比赛一直穿的 Temple， 但是后来我现在换那个刺客了，就那个，哎，这真方便，说哪个有哪个啊，有说什么有？哎，这像还是那种，这个轻的最合适，对，这颜色好像是那种镭射的那种感觉一样，就很好看。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你怎么为什么要决定换呢？就是舒服啊，或者踢球啊，就是。他一定觉得这个好。然后也不是我，而且就是比较包脚，这些踢球各方面都比较舒服。你有哪个是你穿的？我穿的跟他不一样，也是为了好看。嗯，也不是，我从第一款足球鞋开始就一直穿的刺客。就是这鞋是适合什么呢？就是这鞋是给前锋出的，但是就我这脚吧比较长的是一前锋的脚，不是，要稍微有点胖，就是穿这个是正好，但是穿这个稍微有点紧。前锋鞋跟后卫鞋有什么区别？就是轻嘛，前锋的鞋不是都跑得快吗？都它的钉子不一样，扁的钉，对，启动钉，后卫圆的钉比较多。就这样的话，启动会快一点。嗯，就像它前面也都是这个太专业了，这个你就不能问我，你得问技术人员了。啊，我还以为你们这其实还是最后选择那种自己喜欢，依着习惯的。对，这个是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呢，这个好看不好看也比较重要，可能我觉得。这两个对比的话，刺客是 C 罗这个代言，然后那个传奇是皮尔洛，就是这两个风格。对对对对，这一对传奇其实就是你看那拉莫斯，啊，今年去年不是今年应该是今年给拉莫斯不是出了一个特制的这个鞋吗？这就是后卫鞋。你要这么说，还没给守门员特地准备的鞋呢。如果说门将要有一双特定的鞋的话，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就合脚一点吧。嗨，就多支持一点我们的那种移动嘛，就我们左右移动这些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东西，我觉得还是舒服啊，还有好看啊，当然，好看非常重要。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就喜欢穿黑鞋，就是纯黑的，因为好看，就是喜欢。就像为什么你
跟我不一样是一不不，我不是因为喜欢 不是因为喜欢，我没事，我喜欢他干嘛呀？我如果要有条件的话，我对吧？披肩的长发者多好，就跟我去年是那个造型是吗？你自己花钱买的第一双鞋是吗？那时候就是要不就是队里发，嗯，小时候也穿不起足球鞋，其实超贵。刚开始踢的时候都是胶鞋，进俱乐部队之后才开始对足球鞋有点追求，我觉得。有点追求，就是要求会越来越高，慢慢就觉得哪个好哪个坏了是吗？对，而且好看，就好看，那肯定就想就喜欢穿嘛。所以到后来就可以有资本去追求一些好看的鞋了。对，再到后来就有赞助了以后吧，就好很多了。女足那边呢？女足那边，我们俱乐部倒一直都是耐克赞助的，从很早之前，也大概也要10年前了吧，反正那个时候。上海女足就一直都是耐克赞助的，嗯，还真是10年，就等于这一续又是10年，嗯，要是先不考虑后头那个，这个加在一起20年，其实10年之前，当时现在就是市场环境也没有这么好，那时候最低谷吧，那段时间过来不容易。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想说，在10年之前你看不到10年之后是什么样，10年之后可能是哗一下往上走特别好。哎，你的意思就是能看着明天是什么样呗？明天也不一定能看得见。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在申花的时候，就2007年我去申花的时候，申花已经是耐克了。啊，从申花到现在，就是反正我踢联赛第一年，不除了第一年我这那个在联城的时候不是耐克，基本上是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耐克装备。嗯哼，各种变迁，各种变化，好多年啊，人这变了好多，就是你能感受这衣服一年就是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看，就是。国家队的那个新的球衣，新的。他们说这个球衣是掺杂了很多高科技在里头，高科技，有很多高科技。哎，你收球衣吗？我有一些就是以前交换的，或者是。这些我们队的老外国家队的球衣，那就是会找。我当时找了一件蒙迪略的，当时他在阿根廷7号，挺贵的。我当时买的，对，买的，是就是他穿过，他穿过落场的那件衣服，然后让他给我签个字，我自己留着了。还有谁的？你那儿？我们队的都有啊。等于你在家里有一套鲁能全队的球衣，就我们队的老外的哥。哦嗨，王大雷犯规。你那儿收球衣吗？不收。家里全是自己的私人服装，对球衣没那么感兴趣是吗？啊，私人的球衣，然后也很多都送给朋友什么的。自己不留？留，会留一套，然后多的可能就会送给就是球迷什么的。门将的衣服跟其他的球员还不太一样。我记得原来特别早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包的特严实，啊，是吧？海绵什么的。其实那个东西也没什么用。你想这100多斤的人，你就光这样摔下去，你这么薄一海绵能干什么？就图个心理安慰。嗨，就是。啊，又到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环节了，正问反答。啊。咱先练一个给，好，娜娜看看。嗯。你也就跟着喊了，真好意思的。作为同行，您觉得赵丽娜守门技术怎么样？不好。明白吧？就这意思，就是说不好。好。正问反答，就是正问反答。其实是好的。我也反答。以您的眼光，大雷和孙雷，谁更丑？好嘛。孙雷。哦，不对哦，应该是大雷。对对对。最后是觉着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就是、这个好看。啊，这是正话。那肯定的啊，肯定的。不，你应该。我俩差距有那么大吗？有。继续看，你俩不是对？你经历过的教练里，你觉得是男教练更凶，还是女教练更凶？男教练。女教练还要更凶一些。那反而不够面子。对，就是女的跟女的可能就是更那个一些。有种感觉，好像男教练可能对女的队员有点下不了手。对对对对对。曾经和王大雷一起吃鸡，你们俩谁更菜？啊，他。娜娜技术怎么样？还可以，就是玩的枪比较那个，他老爱玩弩，就打的是那种比较猛的那种，还是那种挺猥琐的？挺刚的。反正没他们玩的好，我就娱乐为主，就开心就行。我只要开心就行。都说你是女足第一美女，
你听到这种话之后会不会很开心？很开心。嗯，那就是不开心。嗯，因为就没什么好开心的呀。夸你漂亮，你不开心吗？应当的吗？对吧？还用夸吗？被夸行了。就像我们这种从小被夸到大的，我觉得听到这个就没什么那个，就可能人家夸你，你会觉得嗯特别开心。听到比较少。我是后者。不久之前采访说已经3年没谈恋爱了，你觉得踢球是不是特别影响谈恋爱？是吧？是因为长太高了啊？所以你择偶有什么条件吗？没什么条件，可是没有人追我呀。啊？金牛座怎么样？金牛座跟处女座特别大。嗯，摩羯座也这个是单身。摩羯座也很大。金牛座如果像这样的人追你，你会答应吗？尺寸不合适，就那个身高不合适。大雷，哎，都知道你喜欢打篮球，嗯，那么你打球的时候最不喜欢穿的球鞋品牌是什么？耐克。大家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 sneaker 是吧？就是收集的那种鞋子，会真的穿那个去实战吗？那就看你有没有钱了呗。漂亮。你有没有钱呢？我不会。大雷的回答模式是我不会，但是我有钱。那不是，这就是我比较珍惜这东西，所以不太会穿一些这种鞋上去。可能你自己也有店，你也觉得这就是自然会对这些物事的感情会不太一样。对，已经一年没见了，是不是还会照着镜子对自己说你实在是太帅了？会吧。还记得这个梗是吧？长大了就这就那什么了，这长大一岁了吧。你主要是蜥蜴的梗啊，蛐蛐和蜥蜴的梗。对，这个梗就是，所以今天特别是这样的打扮来到他们变色龙换了。您学上海话，剪长发都是顺妻子心意，是不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家庭地位？太油了。心疼。本赛季鲁能是丢球最少的球队，是不是都因为你的原因？嗨，是啊。丢球少这东西吧，就是其实是大家的一个努力。嗯，因为防守这东西是从佩莱就开始做起的。嗯哼，然后到塔尔德利，到中场，嗯，然后再到后防线，吉尔、戴林这些，郑铮、王彤，对吧？然后前面就是三哥啊，他们，王大雷、三哥。防守这东西其实丢球少，不是说哎守门员多优秀，当然也很优秀，嗯。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对，其实是大家努力的一种结果。嗯，那今天确实挺不错的。你说我是吧？你们。啊，我的门。被夸的欲望还是很强的。因为这是又续约了10年，耐克，啊，我以为我续约了10年，你想要吗？你现在还不至于到要合同的年龄，不用，不用。耐克有10年，实际就是，一个联赛和一个品牌之间的关联如此之紧密。对于我来说，就是习惯与不习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你，反正我已经穿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很顺其自然了。球员对于这种球衣这种，有没有一种神圣感？会觉着？肯定有，肯定有，就是装备这方面肯定是有的，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习惯。因为就是你像说相声的，他对那自己那块板儿就特别有感情，就把这个当成自己媳妇儿一样。就是踢足球会不会也把自己的球衣啊、手套啊，就真的看得就是很神圣、很高的一个？我对手套比较有感情。别的倒还好，球衣就没那么对。而基本上我比赛的东西，就是除了这个装备员，你过来就是放装备的时候，谁都不能碰，反正就是比赛谁都不能碰。哦，是吗？尤其手就是手套啊，就是基本上我一个赛季除了训练吧，比赛手套估计一个赛季最多也就换个3副，最多了这个是。然后要不然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运气特别差的时候，可能最多也就换个5副，就不会那么勤。不会那么勤，对。就是用旧的手套会留下来还是会？会留下来啊。都会留下来。对，有可能会送球迷这样子。不太旧的就送球迷了。旧的也会送。
现在已经没有说特别旧，像小时候那种，就旧了不行了，还得坚持那种，对对对，漏了那种，还铺呢。现在，记得小时候的手套，因为那味儿出不去是吗？不是，因为不洗嘛。对，因为现在的手套都是训练完就扔那儿，然后就拿走就洗了。嗯，然后明天就干了，不干就换另一副嘛。有货现在是吧？这就是有赞助的好处了。对对对对。那真的是，这，哎，我好像记得是耐克还赞助了好多小孩的比赛。像我们小时候踢什么耐克杯啊、嗯，都是耐克的，踢冠军了，或者去曼彻斯特踢那个世界耐克杯。你去踢过什么？我没去，我们队去过。我们那时是冠军，但是我不在，我那时候在国少嘛。当时是谁你知道吗？我们队那什么刘天座。哦。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队的，大连铁路的。好像好多人也都是这比赛出来的。我记得我们上一届是谁，永珀的鲁能是冠军，然后再往上我就不记得了，就反正就这两届嘛，因为上面那届87的那届我也跟着踢，就是耐克杯，我们反正是输给鲁能了，被淘汰了。那鲁能那时候特别强，出了不少人，耐克杯出了挺多的。嗯，其实我自己看法，我刚才为什么要提09年、08年那会儿，就是你在一个市场比较低迷、环境比较差的时候进来，然后。常年的合同其实管两个事儿，一个是它能这个填平风险，你如果这个联赛上去或者下来呢，你长的合同是稳定的，保证它能稳定的下去，还一个是保持就像你刚才说的习惯。嗯，所以我觉得你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你再往后续约这个10年，咱们不说任何的其他的情况，只是说又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保障，而且你得把20年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嗯嗯，这个之前跟我说是真准备了一堆礼物给球迷，哦，背手站的人的身上的球衣16件，都是送球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球鞋，李怡小姐来了，哦，这儿有，就是我们的刺客的球鞋，还有另外红的那个最新的一个编织技术的一个球鞋，就鞋面会有编织的这种，踢球的时候这个位置踢球会更稳定一些。反正就是这个市价是2499。有 N 双，这个也是都送给球迷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挺多的。踢球的球迷可能会马上能看出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款式啊，然后什么的。对，有些人他是专门研究球衣跟球鞋的，所以我估计他们现在会比我更兴奋一点。就我觉得王大雷对犯规最多，上次就是我，这次就是我。但今儿是别结账了，啊，我在想就是。你们下午还什么安排啊？还有走秀吧？啊、哦，走秀有特地练过吗？没有，走秀紧张吗？走秀紧张，踢比赛紧张？嗨，肯定是走秀紧张，踢比赛都踢了十几年了，紧张什么呀？走秀紧张，踢比赛紧张，都还好吧？我觉得都不紧张，反正也是穿赛服嘛，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就我上回去颁奖去。就底下也就几百个人，给我颤抖的都差点没说出话来，颤抖着，就这样，踢球几万人都没事，这个工体那时候5、6万，哎，4、5万吧，没有5、6万，4、5万，那会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你走秀的，给你加一任务呗。啊，走秀的过程当中，请找到中超脱口秀的摄像机，并对着它做一个动作。闭嘴吧。中超脱口秀。行。咱今天点时间又到期了，我们最后就一起喊出我们那个口号：中超脱口秀，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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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设计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用心的，在形象的之后，我带领大家喊个小口号，我喊中国队，大家喊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加油！好，加油！我们一道取得好成绩。我们请我们前排的各位队兵一道登台做个合影，以这个方式。哪年来的中国？2011年，跟老特一块来的。从来到中国，可能就会有7年之后的这种规划，有吗？没有。特鲁先那会儿是农民工头子，给我们开讨薪大会。外圆眼线，一样的。我比较这个开朗，就是不管路管的，但是老婆她这样管的。这也没办法。一把这种习俗吗？我之前看过说。这个乐山在深圳搞青训、最困难还是突然没有场地，就是找朋友，然后给他讲现在我们这个场地他不给我们用，两分就去搞定。哎，你的乐山是你的这个哦，好好给啊，自己人自己人，实际上都是一样嘛，对吧？陈先生他说乐山学的第一句中文是桑拿，脏话。他的意思是他的第一句学的不是桑拿，是一句脏话。客场比赛的时候我说出来那个脏话骂他嘛、然后他高兴极了，对手高兴想他会说中文呀、他笑场了。